Thank you.
真好屌。四一豆点超亮哦，可以分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
嗨，大家，这是在我心中期待非常久的界貌时尚嘉明湖。嘉明湖在我一开始爬山时就非常常听到，然后心中也向往很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爬，因为它真的太远了。我们一定要凑齐一些人，然后花好几天这样去爬，但碍于一些个人因素，迟迟没有成型。那幸好我一群好朋友在七月的时候约了这趟行程，算是圆了我自己心中小小的愿望。那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沿途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一定要去看看它的巨木啊，然后松萝啊，然后还有很广阔的林地，还有嘉明湖就不用多说，真的超漂亮。那大家一定真的要赶在日出的时候去看，那颜色是绝对会让你留，就是回忆很久的。那说到回忆，就是这个影片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做给我自己回忆。那我很常会看我之前的影片，那然后再回到当时的气氛跟那个环境，其实也很谢谢，就是看我影片的人好像也不少，就还是有人愿意会花个十几分钟这样子去感受画面中带给你们的那些气氛啊，然后有点像是你真的去那边走一回。而接下来八月之后会去爱沙尼亚，在欧洲去交换半年或一年，那我会尽量的去爬一些不同的山，去不同的地方旅游，然后多收集一些欧洲的景色，然后再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大家。如果你们期待的话，记得可以订阅开启小铃铛，因为我的影片发片时间真的隔太久了，不订阅或小铃铛真的一定会 miss 掉的影片，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因为我相信下一次影片一定也是会非常好看。就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咯，我们下次影片再见。